美国德州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两间学校的足球队竞争激烈，不过慈青却是情同手足，一起精进。而哥伦布市香槟大学的慈青学长学姐特别帮应届毕业的慈青举办了一场感恩会。三四年的慈青岁月得来慈济一家人，香槟大学就即将送走一届毕业生，已经是上班族的学长姐特地举办一场毕业典礼，勉励慈青要继续参加慈济活动，为社会付出。为了慈济精神的传承，相隔两个小时车程的德州大学、德州农工大学两校慈青社成员相聚奥斯汀联络处年度精进。对部分学生而言，过去的慈济五十年他们并不熟悉，也可能参与不多，但因为爱拉近距离，因为行善而往同一个人生方向，这一群青年也自我期许要借势练心，散发出慈济的光。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美国报道。